军新人。我问嘅头先，你问嘅你系咪记者？我系记者，我系记者。冇妨碍司法公正啊！一位警员咧表示问名系妨碍司法公正。我提醒咗你噶。好多谢你嘅提醒。咁我哋啱啱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嘅，系突然之间有两位防暴冲前，咁就拉咗呢位。女士上到警車，喂，佢叫做自己做朱建成啊，係啦。現場咧做咗個女，仲有個可為咁。